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全境封锁。走吧，走吧。哎，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好像少一只手啊？因为注意，你看注意到那个士兵的那个左手还在啊？没有，我刚，他把手收起来之后，直接穿进去里面的。你这叫做人机一体，手是手。他手没有这个部分没有做很好，我刚才以为他一度少了一只手。真的？哎，有了。应该错觉吧？我要看，他手啊卡进他身体里面的。我看，你们挡住了啦。没有啊，你有吗？哎，真的，左手啊。哎，怎么出来了？又卡进去了。他只有伸手的时候才会出来。我们去找那个罗伊吧。这边很多东西，你们不捡吗？有吗？哎，有电话录音，好看一下。在哪里啊？哪里有萝莉？现在这里有，但是之前我都找不到。有人找到电话录音吗？应该是外面的吧。这边有装备，按错了。哪里来的枪声啊？没有，不小心。这里还有很多补给品。你们怎么会在这？哎，谁去讲话的？我还没讲啊。啊，等大家一起讲啊，不然我们东西还没收集完。你准备要炸喽？准备炸上去。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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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这边集火区呢。全部都是机关枪哦。繁殖，为什么火力都在我身上？分散一点，分散一点，他不要在同一条线上。哎，刚前面那好多绿色，好多狙击枪哎，不能是卡宾枪，那是轻机枪吧？为什么会出血？后面有。已经有一只快要死了，中间那只把它干掉，先救它。瞄不到，哎，补血要失效了。好，有了，这个延迟真的是。去你妈了！后面还有哎、好，又有一只快死了。这个盾盘打几下就爆、哦。哎、欸，上面前面怎么没有人来啊？我还想说辛巴在上面。快打击！我上面打不到了。不是，另外一个楼梯，更前面一点的楼梯。
死一个，还剩两只。上面有一个阳台一样的地方，你去上面啊，辛巴待要在这。他在这的时候，你们就先躲掩体，我在上面射他。开始。啊，解决了！你们看到我现在这边？哦，看到了。啊，不要再冲了，先拿东西。左边这边有那个狙击手，那个好像有射不到，我之前有射过。那我也上去了，剩下的人守下面。还有人呢、欸！哎呦，我没血完。OK， 我要先下去了。现在那边你来替，小心狙击手。前面好像至少有两，那個、高处有两只巨手、欸。先放哥进去，放哥进去了。好来了，好。让我先补满血一下。我先把巨手干掉，先别出来哦。我在打啦。嗯，不行，我要下去。半个，干掉一只狙击手了。OK， 可以。剩下一只，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，打死了。小心哦、喔！他这个打不到，他站起来那个打不到。我们可以先不要管他，回去拿东西吗？拿完了吗？我还没有啊，我还都还没收藏啊。他手啊，他在往外跑了呢。好，他还没有过来。可以设定上。可以拿东西，可以拿东西。我子弹都快没了，刚。触发剧情之后，我就要来看剧情啊！他说：“你们刚刚站的那个楼上啊，不是有箱子可以开？哪里？有那个探照灯后面。你要走在前面哦，会被发现。”今天你有人来了吗？不要走开，靠近前面会被发现了，他们就往那边去。但要记得补。哪里有东西可以捡啊？那个刚刚熊和那个辛巴站的那个楼上探照灯后面。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在哪里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上面，在上面。啊，看到了。不要往太前面哦。看有没有药包啊？但我还有。要补血的集合。我来，我来。可调整呼吸。我的东西又满了。怎么一天到晚都在买呢？可以把它拆解。好，我补了。等一下，谁要留在上面？我。啊！等一下，狙击手我打不到，没有狙击。对啊，这边打不到。狙击手这次就让我不用留。你怎么会打不到？你不是 M44？ 我想我应该有办法、啊，可是我可以打下面的。可是这么远，你们先决定好。这么远，我之前好像打不到，要再近一点。还是我先过去好了，那你们就帮我。对，你还辛巴，你还冲前面。我先过去了，那你们帮我把上面一个高处先打死，不要让我死在前面，然后没人救我。
我会跟你一起去啊。那个狙击枪打不到，以我这个射程。刚刚我打枪的话，我要换人机。我现在拿狙击枪还是不走。我就射到了。因为你们抢，你这边抢啊。要撤了敌人哦。哎呦。我不知道打不打得到。还没，还没。你看右下角。我们要不要到他们侧面去啊？都可以啊，反正我们是要吸火力。你是要吸火力的、啊。我看看哦。等我看到星巴有惊叹号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拿。等一下，这边会不会要打中？看一下。躲好，应该面出来出去。这边就可以了。对，我这边好像没有办法。不过那边是网子，我们得丢一颗进去。可以吗？我这边还没有，我这边。好了吗？他们慢慢靠近你们了，快点。我丢。好。有一个棍棒的。哦，在这里。去死！哎呀，还有一只啊！小友现在不怕死，不怕死，跑进来。哎，你怎么也……哎，没事没事。你跑到后面了，后面还有一只。哪里还有？手枪的。呜、哦，要倒了，要倒了。哎呦！他的狙击枪倒了。哎呀，我被击中了。我们被包围了。我这样不行。我去这。退后，退后。哎，你们那边很多只。我出来。还是我这样比较可以炸。快快快！小旭，你那么近做什么？还有一只。好，有血了，快冲！我在下面帮你们打啦！哎，你有看到他吗？有。扔他吧。哎呀，我他们怎么一直打我啦？我死了，是在最远那一只。我被狙了，没有人了，是不是？不行！人家不开太冷却。前面很多只。有人啊！前面里面超多的。我看见他远的打不到。怎么都是棒哥啊？问倒我，他打我。哎呀，我把他打倒在地。远了，我。我觉得如果全部都是棒哥的话，我们就一定会输的，相不相信？对啊，全部都是棒哥啊！撤！后退一点，你们那边人多。那你后退一点。全部都是棒哥来救，还后退到自排停车之后。啊，他们后退一点，不然我打不到。我们先把那个棒哥干掉，才能前进。小旭，你在那边棒哥会打到你哦。哪里？啊，没有半哥了，半哥没了。跟他们打，我还不想要跟那个戴克斯帮打哎、欸。他不很大，狙击手。啊，被狙了！哎呀，后面，我刚刚输出，赶快，怎么把那个人？拉走、啊，算了，没关系，我起来了。他没血，没子弹。没子弹，赶快回去补一补吧。还有棒哥吗？帮我看一下。没有棒哥了。他剩最后几只了，干掉领袖而已。上网了。我要去补子弹。我中弹了。哎呦，我也是中弹的。我要补一下血了，等一下回血。他好雾哦，看不到自己。哇，他就在那个村上。怎么来这只啊？金色的半颗打死。主要你可以下来往前支援，因为现在战场你在那边打。我在走了。我要跑，我要跑，我要跑。我没有狙，
我没有枪了，是不是？你往后，到我旁边，到我旁边。哎呀！我帮你后面去。你拿走了，我就来不及。全部被压死。我没有办法冲过去。先后退，先后退，等一下，先等他们射完。啊，补满了。哎、欸，好，我被我开扫描杀，快杀！哎，我已经用任务了，快点！去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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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要射到什么时候？哦！哎、欸，他们全部都聚集在那边嘞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人在换弹，一直一直打吧。换子弹。他们都忘了这边攻击。我快死了，拖住他们，我慢慢接近。好，你拖住他们吧。这边没办法蹲，没办法蹲。要退吗？退回来，退。好啊。我这边可以躲，哎、我这边可以躲。我这边帮忙杀，后退一点。那你不用太靠近，我这边就是有一种穿墙的概念。那边还有一只。我有，我在射，快快快！按住。还有这边地上还有一只，地上还有一只。好，我帮你们输出上面。雾太大了，到底有人？哦，我看到人，干掉了。他们都在上面，快死了！快死吧！对对对，死了还有一只比较多血。你现在王还比较多血。好，死掉一只了。死了，剩一只，剩王。打王哦。不是两只王，四只王吗？没有，只有金色的是我。啊，那有四只金色呢？其他不是金色，没有那么金。吗？吧。先把我打倒、嗯。他已经燃烧了。先把我打死。我在补子弹。补你血。好热。方管散弹，看到我躲这边吗？我躲这边，虽然在车后，但是射得到他们。我这边是靠电工具来给我催泪弹。我道具满了。你怎么听得到这么难？防卫织布件，整理一下东西，然后就我们去开那个安全屋吧，顺便卖东西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